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or make a bed of green atop a wide open sea. Under a canvas of blue, I would draw ever nearer to you, to feel the dew on your skin. That is how it would begin.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行男。今天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我们来到海边试驾这台帅车，它是由目前我们台湾宾士所导入的 Mercedes 的 AMG 的 CLA 45S 4MATIC Plus 的特仕版，它叫做暗夜版哦。那它相较于一般标准版的 45S 4MATIC Plus 的最主要差异，就是在原本的基础车型之外，多了属于我们台湾市场专属的夜色套件相关的搭配。那除了 45S 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低规的是35的 4MATIC。 那这台车的售价，基本的车价已经来到了367万，相较于标准款的 45S 哦，贵了18万，原本是349万。那主要的夜色套件，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各品牌都很夯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它的外观做一些黑化。那 45S 原本的水箱罩就采用直瀑式，跟他们家的 AMG 的 GT 风格其实蛮类似的。那在原本的空力套件，像是在这个前下扰流以及左右的进气，然后在侧面的这个定风的小翼的部分都改成了亮面黑啊。那再往车侧走的部分，你会看到它在车顶有全景天窗，它的窗框、门框，然后在照后镜，甚至 A 柱下面的 logo Turbo 4MATIC Plus 都改用了黑化，那侧裙同样也改用黑化。不过蛮特别的是，它在四个门的门的把手的部分还是维持了镀铬的配置。好，另外在车身尺码的部分，这台车的车长大概在4.7米左右，轴距也是2.7米多一点哦。那再来看到外观的底盘的配置，它也是有一些专属的。那基本上它现在已经换上了19寸的 AMG 五辐式双乐的，也是属于这种缎面黑的铝圈哦，很帅气。那胎圈的配置，轮胎也是米其林的 PS4S 255/359的高性能接胎。那再往里面看过去，它的刹车也是属于红色卡钳，前后都有，前面是6活塞，后面是单活塞。那盘径的部分，前面是360，后面是330mm， 也都有打洞的通风功能。那再往车后走，你会看到它换上了一个非常帅气固定式的尾翼哦，在这一类的豪华跑车上比较少见，但我觉得它非常帅气。然后同样在自灰的部分也都是黑化的，但三芒星的 logo 还是维持哦银色的涂装。然后在保杆的两侧的侧翼以及后面的定风翼也都是哦黑化的套件。那有车尾部分有两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的，第一个就是哦，它换上了双出左右各双出的 ANG 的4出的尾翼管，但你实际蹲下去往里面看，它排气管其实是左右各单出，它只是在外面多了一个4出的视觉效果。再来一个就是它的后尾箱门的设计，那它基本上你只要钥匙带在身上，它是有足梯感应式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开启以后，它其实算是传统里面有一个弹簧的释放式，也就是说它其实严格来说并不算电尾门，所以你在关的时候也是要用手去实力把它关起来。那接着就跟我来试驾这台车咯。今天这台的 CLA 45S 4MATIC Plus 暗夜版啊，在内装的配置部分基本上就是维持它一般标准哦，这台车一般版的配置哦，但是它有少量的选配了，像是这个红色的安全带，包含前座后座都有，然后以及它也有智能停车360度的环境等等，加价20000多元，所以它的车价已经来到了3,693,000元。那在内装的配置上，我们简单还是来看一下它标准的配置哦，非常科技化，现在家族的双10.25寸的数位的仪表，以及中控 MBUX 的多媒体的主机系统。那仪表一样也是透过这一个三辐式的哦，它是 Napa 加上
麂皮在这个两侧握的地方的位置，下面有一个 NG 的 logo， 平底红线哦，十二点也有一个这个定位的标线了哦。透过上面的这个左右两侧的电容的触控感应，可以去调整前面的相关功能，跟我们之前试驾过的近代的宾士的车款的操作逻辑系统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来，主要今天这台车在这个我们应该讲这算是四点八点的这个位置吧，它多了一些相关的多功能的触控 NG 触控按键了。以左边来说，它有像是它有一个小萤幕，好，现在出现的是变速箱自排模式，按下去变 N 手排，那你按一下还有怠速熄火的功能， NG Dynamic 就是它的一些专门都可以在这边切换，包含循迹防滑都可以在这边做调整。那右边则是属于 Drive Mode 的一个快速设定的拨杆 Comfort， 像我在 Comfort 以及 Sport Plus 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到排气管的阀门开的声浪更大一些。那再上去还有 Race Mode， 好，我们把它先调回去 Comfort 一般模式来感受。那除此之外，在驾驶界面周边，我们今天就不多做细部的介绍，因为其他这边包含像是哦这个双驱的恒温空调，以及它有这个很炫目的气氛灯啦，相关的以及这个手写板的触控等等相关按键功能，我们就不多做介绍。那座椅的部分，它现在配置的是标配的跑车座椅，也有红色的缝线。那其实之前我们有试驾过新世代 NG， 有些车型你可以加价选配它的赛车椅哦，有通风加热，然后也有这种主动夹腰的功能，那这台没有选配。那后座的部分呢，我觉得 CLA 真的完全就是冲着帅来的，除了外形这种酷配的造型之外，那如果以我的身高啊，坐到后座膝部没什么问题了，主要是头部，因为它这个 B 柱以后往车尾收的这个类酷配的线条收的比较漂亮，对，在内部的头部空间会稍微挤出一些。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类似隧道的这个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全车很漂亮的气氛灯，现在把它设定在红色。那你调温度的时候，哎，出风口也会变成紫蓝色，调高就变红色，调低就变紫蓝色。好，那我们也来玩一下。你好，宾士。你好，有什么事吗？请帮我把冷气空调调低一点。我已将驾驶侧温度往下调至20度。好，谢谢啊，这就是 MBUX 他们现在你好宾士的声控的相关功能啊，也帮大家做个简单的操作示范。好，那实际就来看今天这台车，我觉得最令人期待就是它动力底盘的配置调教啊 ，CLA45S Formula Plus， 它主要搭载的就是现在 AMG 的 45S 系列一样的家族动力，也就是 M139 的 2.0 升的涡轮增压。那这一颗引擎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很大的来头就是，从早期一代的 A45 360匹到381匹，到今天的 S 版已经高达421匹哦，这样的动力配置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强的量产车上的2公升级的四缸引擎动力。M139 相较于前身的 M133 最大的差异哦，它虽然同样是采用单涡轮双涡流，然后四缸哦，这缸内直喷搭配气管双喷射的动力，但是 N133 它并没有像现在139改用了反制式哦，那进气在车头前，排气在后，所以它的涡轮跟挡火墙之间的这一块空间有让它更大的一个发挥空间。那我们刚拍引擎室也有看到它这 BorgWarner 的这个 Twin Scroll 的涡轮哦，本体非常的大，这也才造就它2公升可以炸出最高增压值 2.1 巴。哦，有421匹哦，那其实它在这个周边哦，其实 NG 的引擎动力设计也下了非常多功夫哦。你想想，这么小的排气量要炸这么大的动力，势必除了我们刚刚讲 Boost 的打高，那周边的冷却系统哦，包含 Intercooler 以及引擎的油冷、变速箱的冷却，然后像是引擎腹内的强化锻造的曲轴、活塞等等的机件哦，其实原厂出厂它就有这样的稳健的体质哦，才可以让它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如此高的动力输出。好，那今天开到这台车哦，我觉得现在 N139 整个的出力反应哦，当然除了它的原厂数据非常杰出，开起来反应非常快啊，0到100原厂是4秒，再搭配 ANG Speed Shift 的 DCT，
哦，八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情况下，哇，百公里加速只要4秒，安全极速也可以达到270公里哦。但我觉得它开起来有一个感受，除了加速依旧很快之外啊，就是它的声浪效果，即使我们现在把它调到 Sport Plus 好了，哦，当然首先就是整个的拉高转速的速度更快更激进哦，让你有更好的油门反应之外呢，那我想说的就是你听它的排气的声浪哦，还是有很热血的声浪，甚至你收油的时候还是会听到微幅的放炮回火的声音，我们再试试看哦，还是有，但是它比较不像前代哦，会有这个比较明显那种煮热水啵啰啵啰啵啰的声音哦。那现在的引擎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接近这种高性能，或是说我们讲那种赛车高转速引擎的比较饱的声浪，所以在这个音浪的感受上跟过去是蛮不同的地方哦。好，现在在隧道，我们再感受一下。哦，我们不要超速了。我，哦，所以它的 Sport Plus 的整个的反应动力啊，我觉得算落差蛮大了，跟你用 S 或是 Comfort 来开了，算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动力的进化的感受。哦，不过整体来说 ，M139 这颗的引擎哦，它还是从它的数据规格来看，不论是最大马力、最大扭力的输出点都高达5-6千转，那它的断油转速也高达7200转哦。那就可以证明它是属于比较高转速型的引擎设计了，也才能够迎合它要在这样的排气量炸出这么大的马力的需求。这颗涡轮因为耗数还是算比较偏大，那它在3000转以内，当然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的 turbo lag， 但一过3000往4000走之后，它的贴背感就是源源不绝的涌出啦。那在底盘的设计部分哦，这台车当然是 ANG 的底盘调教，它有跑车化的运动悬吊。那我们刚刚有讲19寸的 PS4S 的胎圈，然后以及我觉得制动力表现是非常够用。像我们在这滨海公路，如果在比较高速入弯前急刹的，整个制动的反应我觉得是很令人满意的，搭配抓地力也很好的轮胎，啊，那另外在它的 4MATIC PLUS 的调教，当然也是走的这种智慧型的电子的四驱的前后调教，让你整台车在整个弯道中的转向的反应，啊，不论是你在濒临失控的线界，它的整个前后扭力的一个输出的传输都非常的聪明，啊，让你这台车其实会感受到它有很高的线界，啊，也就是说一般人只要稍微熟悉一下，你都可以把这台车开得很快很顺，啊，相较于比较早期的 ANG， 我觉得它的动力来的会比较急躁，然后底盘可能也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高的信心感，会觉得它比较躁动一点，但现在我觉得 Fornicate Plus 它调教的高稳定度给人更好的一个信赖感以及安心感。那当然如果你买了这个车觉得底盘还不够用的话，它也可以再加价选配 ANG Ride Control，就是电子阻尼的相关的更高阶的选调，让你的整个车可以因应你的速度以及你的路况需求去做不同的支撑度的感受。但我觉得整台车基本上以它原厂悬吊现在在滨海公路一带开起来，我觉得它的低速经过一些比较烂的坑洞，因为这个砂石车很多，其实滨海公路有些路段会有一些波浪，你经过的时候会觉得底盘传回来车内的这个感受其实算比一般的，当然同级车来说我觉得会算明显一些，但换来的是高速的时候，如果在比较好的平坦的路况，你就会感受到整台车的高稳定度在中高速的表现是非常让人享受的。那另外你会看到它在引擎室其实塞得满满的，那你打开引擎盖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哇里面温度真的很高。那当然原厂也发现这一些问题，也不能说问题，就是它先天设计上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所以它在一些隔热啦，或者是引擎隔热棉的部分，针对涡轮的上方，或者是涡轮的一些撞风散热，它也特别透过从这个 One Man One Engine 引擎上室盖前方有这个导气的功能，让行进间有风去吹涡轮的部分，让它温度不要过高。所以种种的设计都可以看出 ANG 的设计师在动力周边设计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再来享受一下 Sport Plus， 哇，这样的一个弯道，现在全油门，哇，一小段路它的加速马上就从60加到100啊。那你在入弯前大脚刹车踩下去，整台车也借由四轮传动 4MATIC 给你很好的底盘的抓地制动的效果展现啊。当然大家知道其实这一套
Drive Mode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就是所谓的 Drift 的功能哦。那它操作的方式基本上你要先把这个 Drive Mode 选到 Race， 然后切入 N 手排模式，循迹防滑确定在 Off 关掉的状态下，然后你再去雕它的这个换挡拨片，它就会告诉你可以启动 Dream Mode， 那你按升档拉起来，它就会进入甩尾模式哦。不过因为我们今天在一般的公道上试驾，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就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哦。那我也上网看过他们在新车发表当初这台车，国外一些赛车教练在安全空旷的赛道内或停车场，也让一些学员可以非常畅快的享受这台车，虽然是四轮传动，但它透过漂移模式，用一些动力的分配的逻辑去改变它，做出类似后驱车 FR 这样的一个甩尾华丽的动作啊。当然在一些安全配备的部分哦，它也是有标配23匹宾士很好用的 ADAS Level 2， 然后也有7颗的 SRS 气囊等等。当然我觉得这些标配在我们非常多一系列宾士试驾都已经体验过，跟大家示范过，我们今天就还是把重点放在这台车的性能超驾的感受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知道 CLA 基本上它是属于宾士 NGCC 前驱小车家族里面比较高阶的车型，当然今天又经过 AMG 的调教，它是 4S 4MATIC PLUS 变成了四轮传动底盘，有非常好的动力的反应以及底盘操控的均衡的感受。这也难怪，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他们宾士 AMG 这个车队长期以来在赛场上历练的一个心血的结晶哦。难怪这两年不论是 A45 或是今天的 CLA 的4S 受到这么多全球年轻性能玩家的喜爱。这样就是我们今天针对 CLA 45S 4MATIC PLUS 暗夜版属于我们台湾市场专属的特制车型的试驾，总代理说只有50台，机会不多，如果你有兴趣赶快去看车订车咯，明年年初就可以交车了，拜拜。